但是在我们台湾通常不会有后雾灯的功能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一个插座，所以后雾灯直接把它接刹车灯，这样刹车灯会更明显。这里，这个有方向灯、小灯跟方向灯，但是呢，电从这里过来，到这里就没有电了。白色的这一条嘛，这一条是方向灯的电，但是没有过来。我另外跨接了一条电出来，接上去不会亮，另外一个芯没有亮，没有通电。接小灯的电就亮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接小灯的电，它又多亮了一个方向灯的芯，所以现在就是这一段要去换掉了。应该这里面有断掉了，不知道断在哪里。这个拍查，这个也没有破啊，这个是油漆的痕迹啊。还是从这里，应该是没有。这边，因为它这个外层有一个很厚的在保护啦。你说它要断掉，我觉得是有破皮啦，破皮是比较困难的，应该是有线断在里面。直接这一条去换掉就好了，然后其他等一下线就绑一绑就 OK 了。定位灯也会亮了。然后像这一边就全部都会亮。乌龙了一整个下午，搞定了，车灯也都会亮了，剩下这一条线要换掉而已。搞好了，灯都会亮了，线也藏好了，线都藏好了。车宽灯，安尼啦，水啦 ，OK， 搞定了，下班了。
开车头回去还啦。拜拜。